好，各位觀眾，今天是 Toys TV 玩具堂深水評測的時間，是你的主持 Brian Low。 好了，這個節目有一段時間沒有跟大家見面，因為真的忙得滯，處理了很多其他 Speed Post， 即是玩具快遞，即是用一個靚畫面、靚 Post，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產品。這一次因為這個系列一來就覺得真的不錯，同埋自己的杯茶咧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咁相信咧，同我年紀差不多或者玩家資歷差不多的朋友咧，都應該對呢個牌子咧可能可以加分嘅喎。好，咁同大家講下啦。今日呢個係 Joy Toy 嘅B18嘅系列。之前咧，可能部分朋友知道係暗源啦，係一個內地牌子，同埋知道佢有啲科幻形式嘅一啲嘅創作嘅B18。咁呢一次咧，佢哋真係踩到上心口啦，就係嚟做一啲 World War II 嘅系列。其實呢一個系列咧，我相信很多二戰的收藏家和朋友其實都是會很期待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真的對我來說可能是圓了某些朋友仔的夢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呢曾經很多年前21世紀呢是出過一些類似的二戰的1:18，但是結果呢普普通通。如果沒有記錯，其實威龍呢都好像出過，我可能記錯，但有一隻就肯定是做過的21世紀。咁但係當時21世紀咧，就係好多年前，大概20年前到咧，一間做得1:6咧，好平好靚嘅嗰間公司。咁後期咧，佢做1:18。咁當時咧，主要兩大問題啦，就係太鬆散啦，另外咧就係嗰、那個上色唔夠理想咧，因為好多迷彩咧上得一笪笪。咁仲有咧就係、是、關節啊、外形都唔好嘅，其實幾多嘢都唔係幾好。於是後屘咧個系列就冇再出現啦。咁今日同大家睇呢個咧，哇！就真係可能真係完咗當時21世紀嘅夢嘅，就係咧喺21世紀完咗21世紀嘅夢啦。就係咧一個1:18，一個比較接近我哋 collector 想要嘅一個東西。好啦，而家眼見之咧喺眼見我哋睇到嘅咧就係一個二次大戰嘅德軍啦。嗱，你見到顏色咧目測就完全係準確嘅，同埋咧如果頭盔咧佢仲會做到少少甩漆同舊化添。咁頭盔嘅型咧滿意嘅。比例大小和那種德軍中獨有的那種邪氣呢就做出來的。上色呢熟威龍的朋友呢，我們做一個很準確的顏色對照呢，其實都知道呢這裡是很準成的。那可能呢國內的軍事迷呢都是比較多，尤其是二戰軍事迷都比較多，所以這些是錯不到的，一錯就真的反艇的了。那裝備當然經過這麼多年威龍啊、D.I.D. 啊、G.I. Joe 啊嘅訓練咧，我哋呢班二線嘅消費者或者收藏家咧，都對呢啲好認識好深刻，少少錯咧都唔得噶啦。咁用一個全 P.V.C. 嘅做法咧嚟做咧，我覺得基本上咧完全交到差嘅。哇！鏡頭一 zoom 翻準，係咪覺得好？其實有少少驚訝，1:18做到咁嘅 detail， 有曬啲軍服上面嘅臂章啦、美國國旗啦，清楚見到嗰啲條子紋噶，星星都隱約見到啊。咁可能我眼唔好啫，其實好清楚嘅，係嘛？咁實頭盔啊、槍啊、手套啊、衫嘅折紋啊、雕刻啊、嗰啲 pose 嗰啲，完全都冇慳皮喎。每個 pose 咧，其實都係按翻佢真實嘅需要去做翻唔同嘅 pouch 啊，即係唔係求其整兩三款 pouch 係咁掛曬上去，唔係噶。咁事實上都冇必要嘅，因為咧你個新嘅型個掛大髀啊、掛背脊嗰啲位置完全唔同咧，所以咧都好難偷工減料。嗱，前面啲 magazine pouch， 護膝，初初見到暗圓咧，覺得都唔錯，但係咧早期咧會有人講咧嗰啲關節比較鬆散，同埋咧始終係一個科幻創作咧。好難睇到嗰個比較同埋嗰個成效感啊！咩叫成效感呢？即係話我對住一隻 Iron Man， 對住馬尼夢露，我有一個對象去模仿或者係去復刻或者去叫做 reconstruct 重組翻嗰個情況咧，你可以對照到究竟有幾多做到，但係你科幻嘅咧其實冇一樣嘢嘅，咁所以咧有時就冇咗嗰個衝擊力，即係話你見到一隻 Iron Man， 哇，好似啊，你嗰個衝擊力好大噶嘛，你見到一隻科幻嘅創作，你唔會覺得哇，好似啊！你冇呢個感覺嘅，咁但係咧呢啲產品就呢樣嘢嗱。咁呢個1:18嘅暗源咧 ，Joy Toy 咧，佢除咗呢一次咧就開始出二戰同埋現代係一齊嚟嘅。嗱，遠眼望到睇到啦，呢個咧就其中一盒德國嘅國防軍
但係咧佢著咗迷彩喎，係一個春天迷彩。嗱，咁啊真係冇講錯嘅。前面呢見到呢個嘅 graphic 咧好清楚，但係德軍係咪著呢種國防軍係咪著呢種迷彩咧？我又唔係好知喎。但係咧 packing 係好靚嘅，因為透明盒咧佢 displayable， 即係比較咧係 presentable， 即係清楚睇到裏邊啲產品。之前咧佢用盒裝咧紙盒咧。看不到裡面都不知道你是什麼，其實很難買的，用了這支急索聰明了很多，而且擺出來呢整整齊齊 OK 的。好了，一套三款，單裝是很少的，這裡三個都是穿了春天迷彩，剛剛沒理由三種迷彩的，有軍官、中軍一個、兩個其他 的普通的兵。好了，透明盒急索盒硬正的，清楚都看到是什麼產品、軍官的口呢就張開了。嗱，後邊啲槍咧，嗱佢呢個咧就賣大包嘅，因為嗱，你見到右邊呢度咧有扎帽啦、軍官帽啦、士兵手啦，你見到啲手咧同1:6嗰個做法係一模一樣嘅嚇。另外咧就幾支槍啦，兩支 MP40 啦，一支 MP44啦，一支 MG42嚟嘅應該，仲有一支 Sniper Gun， 同埋仲有一支 Panzer Fast 嘅，所以咧其實咧夠曬嘅，即係佢孭曬上身都有突嘅其實。咁啊，係抵玩嘅。咁好處就係玩德軍，你好多 accessory 就係全部都可以即係賣大包、重複使用啦嚇。咁、但係咧，一間睇睇你嘅產品，你就知道其實佢哋唔係真係咁簡單嘅。好，睇開呢盒，我哋睇翻一個產品先。咁我就玩嘅，我就將佢哋咧拎咗出嚟，除曬頭盔。咁啊，試過戴嗰啲軍官帽咧，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咧，之前有一仔犯嘅問題咧，佢哋喺呢刻咧，佢做到曬，即係冇犯錯啦。最低限度好清楚咁見到咧，係唔係一笪笪嘅，係清晰見到嘅。但係自己憑鏡頭去睇啦，清晰見到啲 collar tab 啦、十字勳章啦、其他勳章咧、表情咧，都做曬嘅。咁呢個面色同埋金色頭髮咧就～略嫌就可以再改善啦，咁但係咧都幾 OK 噶啦嚇。佢頭盔嘅做法咧就簡單嘅啫，其實咧佢係分一件嘅，嗰條頭盔個帶咧同埋頭盔分件嘅，咁佢又再喺創度黐啦。咁其實呢度功夫都有噶，咁所以咧其實咧有可能掹爛，有可能掹爛啦，咁小心啲。咁啊成個出帽啊爛嘅，因為個硬度都唔同。咁所以其實做得好嘅頭盔，佢係軟軟地嘅，但係咧好準噶啦。個 helmet strap 嗰啲呢度做得好好嘅。咁因為有隻 PVC 有少彈性咧，所以其實就容易戴嘅。嗱，咁就戴咗啦。咁啊，當然如果甩咗條頭盔戴又唔使喊嘅，即係起碼都你當頭盔戴示皮咗咯。咁 OK 嘅係咪？嗱，嗰啲比例啊好正，1:18嚟嘅喎嚇。好啦。咁咧呢度咧把槍咧其實咧睇得出嚟嘅，嗰支 pistol 1:18喎，好精細啊！咁同埋咧睇翻啲槍咧，佢啤到咁細咧，冇乜點攣嘅。嗱，好明顯嘅主力嗰個膠料咧係 PVC 嚟嘅。咁點解佢哋唔用 ABS 咧？第一啦會脆啦，二來咧出帽困難啦，其實帽架都會貴咗，加上咧就係、是。你好多圓角位啊，即係衫嗰啲位咧，用 ABS 難以去將佢重現嘅，咁所以咧都係一個聰明嘅做法。嗱，入得翻去，兼且咧係入到去嘅個 pouch 嘅，所以其實1:18做咁精細咧，其實就係好嘢嘅，因為佢開帽嗰啲計算啊、縮水嗰啲咧，其實有喺度。咁啊，而家一刻我覺得唔係差啦。咁我唔專登睇翻落去啦，其實睇得到佢嘅成個拋彩袋好咗把槍。好啦，軍官嗰啲馬褲做咗嘅。咁呢度睇到咧個關節啦，其實呢度咧佢應該用 ABS 嘅嚇，冇睇錯。ABS 嘅佢係硬咧，佢所以兩個 ABS 關節咧，佢會做到一個好緊緻嘅效果嘅，同埋準程啲嘅嚇。用 PVC 咧就會，你會發覺咧呢度 V 型會越撐越開啊，同埋好多其他嘅問題咧。當年有一世紀就係用呢個問題，令呢個問題令到啲公仔腳軟啊變形。咁而家相信佢上埋色咧，噴埋油咧都冇變形咧，我覺得應該好好噶。暫時睇唔到啲咩問題啦。咁但係當然咧，教調色嗰度就要小心啲啦。咁但係佢都調得好準喎，佢都冇偷雞喎，即係唔會俾個啲爭好遠嘅色嘅你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關節嚟講咧，
我覺得佢做足嘅。同一比六咧係好接近嘅，即係連手腕佢都會有波 join。即係換句話咧，你嘅手其實可以多角度喐嘅。即係做叉槍咧，其實完全係冇難度咁啦。呢一比六嗰個機制嚟嘅，咁啊真係好交得貨噶啦。手型唔使講啦，揸槍手，但係你有好多手型，我覺得就冇必要啦。咁當然做啲靚手型係好嘅。嗱，開嘅關節咧，全部通常都係雙關節嚟嘅。手呢個就唔係啦，咁但係都冇必要嘅。咁啊，開關節嗰啲位置開得唔錯嘅，呢個係一件uniform 即係 M43 feel jacket 嗰啲，其實呢個位咁開係啲困難，咁啊睇到開出嚟都唔會太壓突。咁呢度佢加咗呢個 join 啦，一比六嚟講就冇呢個 join， 有都喺個大髀度發生，就係唔係喺外邊嘅。咁但係其實我都覺得佢完全係將一比六咧係縮細咗。咁由於係 3D 技術關係啦，同埋開模技術關係咧，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咧咁樣做就好好多。因為咧好多時嗰啲數據咧係縮細嘅啫，喺電腦度，然後再喺開模嗰度再 turn。以往咧就要雕泥雕啊，雕大雕細咗咧就好分別好大。如果以往咧見到咧可能兩個公仔咧美軍啊或者德軍咧 size 唔同，咁所以咧關節啊做得好好嘅，開關節嘅位咧拆件位做得都好理想，所以出到嚟嘅形咧喺翻曬度，個口裏邊嘅牙齒留翻白色嘅。甚至佢面咧係有啲陰影，上色又係好好。咁如果以咁嘅價錢咧，我覺得係物超所值，亦都可能真係內地嘅廠咧先做到呢個價，因為佢攞直接係廠度做，又或者大量嘅生產啊，又或者想做好個牌子佢啊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好平，我只覺得好平。好啦，睇埋呢盒嘅另外兩隻。好啦，你會諗同一個頭嚟嘅會唔會啊？我答到你嘅，其實唔同一個頭。點樣分係咪唔同個頭呢？係咪夾喺油油度改呢？其實唔使，你翻呢個呢一個咧，佢係立喺頭髮上嘅，呢個頭髮咧向下垂嘅，好明顯係兩個頭雕嚟噶啦。咁當然係冇靚仔，又唔可以好靚仔，似邊個都睇唔到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呢度係進取嘅話咧，其實遲啲可以做啲好似二次明星樣都做到，大概啦嚇。因為始終就係 3D 技術而家高咗咧，佢縮細咧就冇咗問題。以往咧一縮水咧就出好多事，同埋冇話出事啊。只是同一個 figure， 兩隻 figure 大小都不同，兩個頭都可能大小不同，但現在 3D 的關係可以調到最啱，才去考慮開模，然後才考慮縮水的問題，這樣出來呢基本上走樣是難一點的。迷彩真的做得很好的，1比18 pouch 那些不會做兩個 pouch 給你，一定是 triple pouch 三連裝的 pouch， 帶那些 trap 那些肩帶全部都是另外啤件的，咁用 PVC 都啱噶啦，冇可能用皮件噶啦。嗱，刺刀睇翻到噶，哇！俾我知掹咗出嚟喎。哇！有啲驚喜，係啲偏咗個油，即係噴咗個油，住就原來真係掹咗出嚟。心理準備其實係掹係可以做到嘅，即係掹把劍出嚟。但是呢嗰時成本問題呢，這個位置就成把出就算了，你有幾可唔可以把劍出來玩呢？咁另外可能部分係得咪得囉，即係唔使把把都係㗎嘛。但我睇佢款呢，斷估嘅細呢，每一把都係掹咗出嚟，同埋每一把上色，因為佢生產都會仲方便啲，咁但係變咗佢成本又高咗囉。所以呢度又好抵嗱，呢啲全部分咗件嘅，當然佢呢個出廠一抽就安咗喺身度，有冇記錯？咁你睇返原本呢個盒呢，其實你見佢著曬上身嘅啦，好多嘢都係嗰幾支槍咧就分開啫。咁所以組裝上色，哇！佢都好足料啊！加埋雕刻、開模、關節嘅安排、用料安排，我覺得都好合格。其實真係圓咗我哋嘅夢嘅。如果隻眼唔係太老花咧，基本上 O K。因為一比十八唔係好細啊，一手掌咁大咯。其實你仲睇到啲細節位嘅。咁你成台擺喺度咧，都係千零蚊搞掂。咁所以呢套咧，哇！我覺得真係 O K。仲要呢一個連褲都係迷彩喎，呢一隻都係得一隻啫。另外兩個咧就淨係衫啫，但件衫都唔同㗎，冇偷雞㗎嚇。啊褲咧，呢個馬褲，呢個唔係馬褲嚟㗎。呢啲就係著機台嘅 boot， 呢個軍官 boot， 我叫長 boot。咁當然啦，呢啲件就千篇一律嘅啫。但係俾足你啊嘛，咁所以呢個咪抵咯。嗱，呢度水壺，
個水壺蓋唔好開啦啩，冇開嘅睇到。但係支箭掹得出咧，我就覺得真係又係要俾個 like 啦。好啦，頭盔唔戴，因為好輕易除咗，好輕易戴到。咁就亦都冇喺除嘅過程咧，我整甩咗條嗰條 trap 啊。咁所以其實佢嗰個生產個工藝都唔錯，即係雖然係好似黐膠水或者叫用啲工廠方式將佢合埋。但係冇甩色啦，冇剩啦，但係呢個樣梗係裝完爭少少啦嚇，係1:18 ，OK， 好嗱，今日咧講住呢三隻先，呢一套三個，加埋幾錢咧？好似真係我估計都係平均百零蚊只啦，嚇咁啊 ，exactly 價錢我就依度唔講，驚報錯價，等大家誤會咗。咁中意嘅朋友咧，可以去相關嘅點咧就揾到噶啦，所以呢套正。